多方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比如说在中国，它就要朝南，就是说太阳能板朝南45度，就是我们在安装的时候朝南45度需要这样的，这就是最佳的效果，就是这样。那这个用户在安装的时候，他怎么知道朝南45度怎么调呢？所以所有的人都不知道朝南45度是什么意思。我们在这里做了一个指示的功能哈，这边有一个绿色的灯，这个绿色的灯闪烁的越快，就说明充电电流越大，闪烁的越慢就说明充电电流越小。那我们在要安装的时候，我们就看下面这个绿色的灯，如果它闪得越快，这个时候你的角度和方位就是正好，如果闪烁的很慢，说明这个时候充电电流小，那我们就要调角度和方位。因为这个角度和方位啊，它直接决定了每天充电的时间，每天充电的时间越长，它的保存的能量就越多，是吧？大概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两个功能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核心功能啊。那这个产品呢，目前可以配市面上所有的监控摄像头，是所有的啊，不管什么品牌的摄像头都可以配，只要5伏或者12伏插上这里，插到这里就可以了，也就是把普通的摄像头秒变成太阳能监控。这是这个产品的核心卖点。所以呢，这个产品我们总结了一句话，我们这叫新能源、新技术、新应用啊。 OK。